那个就是老鹰说那个独吹嘛，那一开始就先把背景给画好。按 Shift 的键就可以用了，画比较直，你麦克风放着就可以了，直接讲就好。啊，嗨，太远，帮他用麦克风，帮他拿麦克风。啊，再来就是左右两边有两个球门嘛。就这样就可以跑到两边去了。再就是画他这个球。多讲一些话。那一只那个龙就用电脑控制，所以就放它自己去跑。这个部分是如果这只龙跑到这边的时候就会停下来，啊，不然它会就一直跑过去。
这个地方是球如果碰到这一只龙的时候，因为反弹实在有点不太好做，所以就勉强让它有一个固定的数值让它去跑。那我刚才做这些程式，就是如果这只在跑的时候，就是看用我们键盘可以操纵。大致上就这样，有什么不懂的吗？OK， 好，大家鼓掌吧。